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今天游戏的目标只要打死一只猪就够了。你的游戏目标会不会定得太卑微了一点？你不觉得你定的这个目标很可怜吗？因为黑暗降临让我丧失了我都对游戏的热情还有信心。What the heck？ 来啦，一起打这僵尸啊！一次两只，一人一只。啊，你要边打边后退啊！你怎么站在那边跟他打？忘记了。没有手枪之后，你连基本打斗都不会了是吧？我要死了！有看到这个我很开心，是啦。为什么我死掉你很开心？没有，我说打死他这件事我很开心。我在你在这边看到你的包包了，这边应该就是你说的里面更多僵尸的地方。嗯，我在外面，我现在要打一只僵尸。我干！他从哪冒出来的？我操！哎，我打死他。Let me solo her。好，解决。刚刚那一只打人好痛哦，我五十几滴血，对他打一下剩九滴。不是，那是因为我在射箭，你刚好跑到我的射箭范围。难怪，我好可怜哦，我又被他打了。欸，什么？你害死我都没有说什么，你现在跟我说你很可怜。我没有害死你，只是猪猪而已啊。你要听听看你刚刚讲什么？我想打你耶，怎么办？猪猪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打猪猪？我想打的是你啊。我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打我？拜托，让我打死你好不好？来吧，我给你打，我全身脱光光给你打。我死，我要快死翘翘了。嗯，我有想到。我决定要先回家了。你先回去啊，你先回去没关系。我要先把这边的书都收起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。怎么了？我负重了。你靠呀！我负重70多了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来。Two hours later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说要来了吗？嗯。五分钟了呢，你五分钟前说要来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啊？因为太饥饿了，正在做东西吃。不是，你现在救我。啊，来了。我五分钟前你说要来，我想说你应该可以了吧？我这边撑那么久了，结果人呢？你可以给我在做东西。啊，肚子饿了吗？你是不是在玩我啊，姐姐？没有，安是无辜的。你等下来，我一定会对你开枪。那我不要来。你给我过来！你觉得我们要出去外面皮吗？当然要，我都拿枪了。我先说哦，我子弹真的不多，我现在子弹只剩下弓箭而已了。对，你要皮我是没意见啦，但我是建议我们在家里皮就好了。可是在家里皮又会吸引他们过来，对不对？我要出发皮了，走走，来来来，我这，我要去解任务。我也是哎、欸。好，那先你领个任务优先。啊，走这里。我们可以继续往前了吗？你说呢？他们都跑出来了，你怎么看？妈，无视我！我靠！啊，对不起，你们还是无视我好了。你刚刚把他带来我这边，然后你就安然躲在后面，是想要把他引来我这，然后我来打吗？对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帮帮忙？我在帮了。你知道这家伙是凶猛吗？很恐怖的那一种哎。不知道。我也死了。我知道，我只被他打一下而已。拜托，真心建议我们晚上不要皮，好不好？我才跑不容易把我的生命值提高，又下降了。来了，对面的丧尸。
对面的僵尸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这里的表，哎呦，看到。好像不用我开枪。安娜，安娜，这边有一个专业的打击手。啊哈，我就知道上面一定有什么好东西，想骗我。那多采点带回来。吼吼吼吼！哎，我们熔炉。啊！哎呦，我死定了！我操！干，完蛋！安娜。楼上很多僵尸，我上去会会他们。好，我来了。你走哪里呀？哎。在挖东西，我突然听到一堆脚步声。哇，僵尸群啊！我操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，哇！等一下，今天是弦乐吗？我操 ！One hour later， 妈还敢给我上勾拳，我操！太多只了吧？所以我一只一只引过来，你有看到吗？不是，我现在问题是我耐力太低了，刚吃完不用水，然后我就要水。那只打死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撑住啊！没事，小事。他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谁，他们以为我是谁。好了，解决了。没有解决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一群？后面还有。没有，这个好像是小市场。说来就来的小市场呢？这比说来就来的旅行还要糟糕哎。有看到那个焦土大陆的上司吗？你就这样跟着我。没事，交给你。哦，我要解决了。你干嘛、啊？打到你了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没有，我在嘲讽他、啊。我去，我想说我已经有瞄准很好了，应该打不到你这个距离。哇干！等一下，太快了！完蛋！怎么了？晚上了。对啊，你在那？我在二楼旁边的房子。哎、欸，丧尸都逃你那边了，赶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好，回家，回家。快、啊、回家！呜！麦胜啊，麦胜啊！我看到一堆鬼火朝你那边走。呜！你活着吗？你回来了吗？我快死掉了！别打了，快逃啊！我在跑啊！我听到枪声了，是你吗？对，我打带跑风筝他们啊！加油，你快到家了！我剩十二滴血，靠腰！我剩十一滴，你死了！对，我死了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哎，刚刚是你们在欺负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欺负得很爽，对不对？啊，鬼火嘛，啊，战斗人员嘛，啊。有看到我手上拿的什么？啊，你们这群原始人干！以前吃罐头都没关系，现在吃罐头会食物中毒。会有几率食物中毒，应该这样讲。不要毒哈！我也觉得不要毒。哎，不是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怎样？我可以做那一个脚踏车的材料，可是我不能做车轮。啊？
我可以坐脚踏车踩到，但我坐不了车轮，真是很小。那商人有没有轮胎啊？有没有车轮啊？什么都能坐，就是不能用车轮，真的很哭哎、欸！妈蛋，居然没有车轮，哭啊！我问这什么都没有啊！你这个废物商人，为什么商人可以废成这样子呢？